同事说，你猜猜如何才能快速升迁？我说实力当然就是关键。他说傻瓜 ，Of course 是懂得做表面。我笑说，做表面不如转行去诈骗。全世界都在流行打破老旧的规矩，我们现在需要新鲜的逻辑。全世界都在流行打破老旧的规矩，我们现在需要崭新的实力。老板说我们年轻人就是没远见，每个人都只想开间咖啡店，但是职业哪有分贵贱，一杯用心的咖啡也能转动这世界。全世界都在流行打破老旧的规矩，我们正